那种。考上了。对对对。考上了。考上了。赶紧吃菜干啊！这回可以吃了。干了吧，嫂子。哎呦，我这高兴太多了吧！吃吧，好好好吃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吃菜吃菜吃菜，高兴高兴。哎，吃来，给我忙。你们家不忙，来吃点这个，好好好趁热吃来来来啊！我说，二叔，你跟你二叔喝一个。来来来，二叔我也要菜，开心。给，来来来，二叔，二叔。哎呀，尔秋，你这是干啥呀你？这杯酒我敬你，尔秋有今天，感谢二叔。二叔为我操了多少心，吃了多少苦，尔秋一直都记在心里。尔秋没有爸爸，二叔就像爸爸一样爱我。二秋敬的这杯酒，你喝了吧。好，二叔听尔秋的，喝了。哎，尔秋，你干啥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哎哎哎！
老师，小薇老师，大嫂，小薇老师，来，小薇老师，快坐，快，我来祝贺尔秋来了。那个，我去拿碗去，快去。尔秋啊，老师特意给你买了一样礼物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呀。上了大学以后要继续努力啊。谢谢小薇老师，坐，来坐，坐吧，坐吧，坐上，把老师包拿上。坐吧，坐吧。哎呦，老师，来，哎，尔丹，你快别烦小薇阿姨了，来，上妈这儿来，来，我不，就坐在我这儿吧，就坐那儿吧。尔秋啊，能考上大学啊，多亏了小薇老师。今天是我们全家大喜的日子，是我把小薇老师请来的，跟我们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。是啊，一起热闹。谢谢大嫂。小薇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全家都想谢谢你呢。哎，谢我干什么呀？尔秋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，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尔秋，别傻看着啊，给老师倒酒。好。哎，你拿好了。给老师加点那个。来，接我倒上。都有酒了吧？够了。来，咱们一起来。小薇姐，这杯我单独敬你。哎，为啥你单独敬啊？一起敬啊，要敬。不能告诉你。姐，我先干了啊。哟，好，二婶真豪爽。那干了，你也干了吗？我还真是不会喝酒。今儿不是高兴吗？阿姨，我是男子汉。我替你喝。哎呦，这尔丹真乖。到了。这是男子汉。阿姨喝。啊，阿姨喝。好。哎呦，好。哎呀，你吃口菜。阿姨真勇敢。哎呦。这尔丹。可爱吗？接着吃，接着吃。来，你吃菜吧，小薇老师。来，吃点菜，吃。来，老师吃着吃啊。来，二婶你也吃。来，没事，我小薇，来吃口菜啊。好，坐那儿吃。来，吃东西。二叔，二婶也夹点菜。对，二叔也夹。弄拧巴了。没拧巴呀。哼，你没拧巴，见到小薇干嘛那么紧张？没紧张啊。切，你还能骗得了我？这日子都过到这份上了，怎么了？怕小薇把我抢走啊？喝多了吧你？谁喝多了？我和你们几个还能喝多了？那你说这不着四六的话，懒得理你。嘿。真有意思，我发现你。哎，你俩都在呢。哎，嫂子。哎，尔丹呢？哦，跟小哥玩去了。放心，尔东会长记性的。走，嫂子坐。哎，走。哎呀，这尔秋一考上大学呀，这心里头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可不是吗？是啊，我原以为啊，他顶多考到省城，没想到考的是全国最高学府。这到北京上学啊，这开销也大了。嫂子，咱不怕，尔夏现在也工作了，一家人供他不费劲儿，咱现在已经过上好日子了，不差这一点钱。就是，哎，宝珠，嫂子有句感谢的话，在桌上没说出口。啊？谢我呀？是得谢你啊！你说没有你的大度，咱家过不到现在。嗨，嫂子，瞧你说的，我有那么好吗？别夸他，你夸他还炸毛。我寻思着呀，这不尔秋去北京上学吗？要不你俩带着尔丹一块送尔秋去北京，正好也在北京玩上几天。哎，你怎么想起这么一出啊？这不尔丹一看电视啊，就嚷嚷着要去北京，说北京好。你要去，你也要去，你跟尔丹一样大。怎么了？哎，志强，我这钱都准备好了，明儿你就去买票。这是干啥呀？我们怎么可能用你的钱呢？哎呀，
嫂子这儿的钱也不是你挣的吗？什么你的我的？行了，嫂子，我俩有钱。就是，我们的钱够用。收着吧。嗯。哎呀，那行，有你俩送尔秋去北京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行，你俩先收拾收拾啊。哎，哎呦，真得实在实在。好。瞧你嘚瑟的，都炸毛了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行。我爱北京天安门。小薇，想什么呢？想儿子呢。儿子已经快四岁了，无时无刻的不在想他，想着他的样子，笑起来是那么可爱。而秋上大学走了以后，想见二蛋就难了，所以你才想调走啊？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只要我人在同安，我就拦不住自己。虽然我答应保住了，可是我一想到儿子，我还是会有很疯狂的念头。慧兰，哟，牛姐来了。你说他们到北京了吗？这刚走了大半天，哪这么快就到了？孙子这一走啊，我心都空了，看哪儿都不对劲，看谁都不顺眼。我们家老郑跟我说一句顶一句，说一句顶一句。你呀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那孙子多招人稀罕，嘴里头啊，一天到晚的姥姥姥姥的叫着，哎呀，叫着这心里头就跟喝了蜜似的，哎，多累都没事儿啊。那小手摸着你的脸，嗨，啥烦心事儿都没了。哎，慧兰，哎呦，你说怪不怪？你说宝珠小时候我也不这样。老了老了，那么没出息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想二蛋了。看看看看，你也想了吧？这孩子太懂事儿了。
儿子多有出息，你算你！儿子真好，以后当个老板，让妈当老板娘。阿门，亚洲。我说，小沈城还玩不玩了？不玩了吧？我假期都快到了。再说北京咱都玩了，省城还有什么意思？行，那我就去买票了。对，直接回同安吧。来，你帮我找儿子。行。帮我儿子啊。你自己去行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包给我留下吧。听妈妈话啊。你快点啊。哎。儿子，你在这站着等着妈妈啊！你在这坐着歇会儿，妈妈去看看袜子，好不好？不许走啊！就在这等着啊，等着妈妈啊！赶紧，袜子便宜了，高中袜呀，高中袜、连裤袜、连裤袜都用。看你需要啥子？都是什么色儿啊？黑的、肉色的、灰色的连裤袜。不是结不结实？让看。结实，结实，可以看看。一刮漏不漏？看看吧。好了，来，给你钱。好了。找的也找了，能问的也问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要不，先回家吧。
在你心中舞蹈，真心依旧在燃烧。二子，二子，你要不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祝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我儿子丢了，儿子丢了。可是哭也找不回来呀、啊！我不管，我要我儿子，我就要我儿子。哎呀！啊啊啊啊回家再想办法，让朋友帮着找。志祥，你听，你听，儿子叫我呢，你听没听见儿子喊妈妈呢？儿子，你等着，妈带你回家。宝叔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儿子都已经没了，你别这样吓唬人行不行？你让不让人活了你？儿子，饶不饶儿子？我就去死，我活了，我活不了了。